和蔼精干，务实，关心劳动人民的人。在那个国家比较困难的时期，担任国家领导人，带领党、国家和军队克服了种种困难。我们印象最深的啊，98抗洪，到武汉来了以后，在龙王庙就讲了话，大家这个时候给我们武汉人民心里面有一个定心丸，他一定要保住长江大堤。回想起我们的老书记，带领我们大家把我们国家的国民经济发展起来了。像加入 WTO 申奥成功，这些根基都是由他打下的。他参与了中国仪器建厂创业发展的重要历程，让我们的民族汽车工业及时抓机遇，深化改革，扩大开放。我认为我们应该铭记江泽民同志在国内外形势极为复杂的历史时期，为捍卫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做出的永不磨灭的贡献。我也将以苟利国家生死以，岂因祸福必趋之，来作为自己工作当中的座右铭和自我要求。在未来的日子，我们也沿着伟人的足迹，在自己的岗位上取得更好的成绩。